今天咱们抢火腿肠啊，赛文，谁想吃谁就摁铃啊！预备，开始，谁想吃？啊，你想吃啊？给你一个，谁想吃？啊，你想吃？放这儿。谁想吃？啊，放这儿啊！谁想吃？谁想吃？谁想吃谁摁铃？谁想吃谁摁铃？你起来！谁想吃？那你摁呐！谁想吃谁摁铃？摁一下子不行啊！我就摁一下不行吗？啊！咱们办一个，谁想吃谁摁铃？谁要？谁摁铃？三万。谁想吃谁摁铃？谁想吃谁摁铃啊？三万。摁铃，按铃吧，按铃，按呐，按呐，你倒是按呐，按。谁想吃谁摁铃？这你看那边那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摁铃，摁，你想吃你摁铃，想不想吃？想吃摁铃。哎，他说，他说你别抢我肠，这是我的。拿来。拿哎，人家他把这把三个他全都挑中了啊！你看你这，你这，哎，干啥呀？够了。这就不要了。要不要了？要按铃，要不要了？还要不要了？给等你的，要不要？要不要了？要不要了？要不要？要就按铃。按按铃，按，就给你，按吧，按吧，按吧。坐下，坐下。这不啥也没得着吗？你不是啊？你看他还不拿你的哈，这个不是你的，他还不拿你的哈。肠呢？肠呢？肠哪儿去了？赶紧跑！这不能把肠皮吃了吧？妈呀！吃吧，这不能吃呢。才不，才知道把肠皮吐出来，看没看见？啊！再不能。这他说赶紧吃，赶紧吃。谢谢。那肠他妈越嚼越香。啊！不能吞了，再不能吞了。他不带吃皮的。来看老四啊，把老四放下来啊！我把四哥放下来。酸菜怎么？谁吃？你不吃啊？谁吃？谁吃？就剩三根了啊！就剩三根了，谁吃？一、二、三，这家伙。最后一个了，你不要我迷糊，要不要？你不要我迷糊啊！最后一个零了，最后一个零了，还不按？按铃，按铃，按铃了啊！迷糊，按了啊！我拿走了，按了啊！你干啥呀？就剩最后一个了，给我来，按了啊！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你起来，起来，按铃，按铃，要不按呢？你吃不吃？你吃你。要不你按，要不我按，谁？谁？你按吗？
你摁，你摁。按了啊，按了啊，别忘，我按了啊。啊！你们火腿肠都是我的了，米花都是我的了，米花。吓人，和他奶奶一样。哎，你跟他往前摇，你那是不是跟三子一样一样的劲儿？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待会儿家人们啊，有想买咱辣白菜的啊？咱家辣白菜16.9块，给大伙发3斤辣白菜，来媳妇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我把这铃铛给小明离近点啊，你看着啊，我把这小铃铛给小明离近点，家人们，来，那个那什么呢？离近点铃铛，你看拿，我离近点啊，牛可能够不着，家人们，牛可能应该是够不着啊，来，咱家这个辣白菜，老铁们啊。16.9块给大伙发3斤辣白菜啊！咱家辣白菜呢是一整个的，家人们啊，里边是一整颗辣白菜，回家呢需要自己切啊，整个的辣白菜，家人们啊，非常的好啊，辣白菜非常好，酸甜辣的啊，对，辣度适中啊，家人们，愿意吃咱们东北辣白菜的，可以去下一个。对，你们那个地方能收到货的。啊，没吃过咱家辣白菜的，你们可以拍个1单2单的 啊，可以拍个1天2单。愿意吃泡菜的，一会儿啊，按了啊，你起来，按了啊，一会儿问他去吧，问他，快问，谁呀？按了啊，起来。拿了呀？谁呀？谁呀？恩玲，恩玲，恩玲，按了，米花啊，恩不？恩玲，恩玲，恩不？按，米花，按，米花，哎呀，我按，米花，按不？恩玲，恩玲，恩不？我按，恩不？恩玲，大哥，你倒是摁呐！我给你多大机会呀，米花？迷糊有点懵啊。那不老爷给你机会了吗？买了狗粮，明天发货啊！来，米花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不稀罕铃铛呗？你把火腿肠往这放，进来，来，起来！啊，我拿走了啊！妈，要急眼！你都问题干啥啊？开玩笑，开玩笑的啊！他对铃铛不感兴趣。对，他对铃铛不感兴趣。他以为我要拿铃铛。哎，你说他听那个录音的铃铛。哎，你看啊，家人们，你看我怎么拿铃铛？哎，怎么拿铃铛都没事儿，知道吧？嗯。但是我刚才又把火腿肠放这块，他就知道我要拿火腿肠，知道吧？看着啊，拿走了啊。小红心啊，家人们，点点小红心。那个东北大米在那个5号链接啊，5号链接，你们能拍的话，你们就多拍多囤2单啊，家人们，因为你不知道啥时候他就发不了了。哎，好，明，你都吃完一根了啊，明，你也不按铃了，你按铃了，我给老给你根，要铃了给你根，按一下，明来，按一下，我老给你根，按铃了，快按呐。木耳也明天发货。按了，按一下。你按一下子，我给你起来，起来，按，按呐。你要按，我给你火腿肠吃。按呐，按呐，按呐。你要我要这根、哎，哎，哥。
搞破坏是不是？走了。行了，三万，你和你玩来。行了行了。迷糊就跟那个受气的小媳妇儿了似的，啊，亲一下就好了。啊，你赶紧回家，一个都没人想。这性格像谁？哎，小迷糊，小迷糊不咬人啊。迷糊，过来给你奖励，来。你看这一天口气不顺，我还得给你奖励。啊，迷糊，你一天你啥也不吃，老爷还得给你奖励吃，奖励个饼干吃吧。迷糊。你都吃了一个火腿肠了啊！明儿来给你奖励饼干吃，哎，一二三来。我爱吃饼干。这这也不是肉味儿啊。明儿，来，一二三。我老爷子给你个饼干吗？他说这也不是肉味儿啊。哎，不要！明儿，给。明儿，吃。那给拿新的来，给拿新的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吃火腿肠啊？哪有那么多火腿肠给你吃啊？给，来，一二，牛来，来，吃啊！你说你这还挑食，你挑吧，你吧。这还他妈挑食的，竟然不吃了，啊！小苗竟然挑食了，你我。小米，回去吧，米娃，来减肥吧。我让三个米娃来。哎，老四、老大表演完了是不是？来，给你贴贴纸啊，贴贴纸。来，你问问，你问一下谁是不点啊？老四按铃，四个按铃。谁想吃火腿肠？谁按铃啊？谁想吃火腿肠？谁按铃啊？那我先再往前点，在这儿才行，在这儿行。来，小戴子，你玩，小戴。是。酸菜开了，感谢啊！对，酸菜喜欢吃酸菜的，你们可以多囤粮，这个保质期比较长，六个月呢。小五都会按铃了。哎呀，你说这老大一张大嘴是挺吓人啊。哎，媳妇，这老四咬一口疼不疼？那你觉得呢？四哥，老爷问你一下子，你咬人一口疼不疼？明花，老四，老爷问问你，你要咬我一口，你说疼不疼？明花，老四，啊，我很好奇呀、啊，四哥呀，你老爷挺好奇呀、啊。我的妈呀！干啥呢？你给我急眼了，老四。你再来。老四，在这。你看老四干这样的。对。这样的是，你再来一次。你比老四哥还吓人。哎，那你那出跟那个大眼大眼蛤蟆似的。老四，哎，假如你们没看着老四啊，你们要看着我四哥了，你们会感觉我四哥比较平时挺吓人。我跟你说，老四。哦，就是他笑的时候不吓人，他一旦不笑的时候，而且眼睛瞪滴溜圆的时候。辣白菜16.9，哎，辣白菜有多咸了？我看看辣白菜，
辣白菜16.9元，家人们啊，16.9元三斤啊，三斤辣白菜。来，四哥，你问他，你问他。老四，谁想吃火腿肠？谁摁铃啊？摁铃，摁铃，哎，我铃在哪儿啊？你好像瞎。是啊，摁半天了你。我的。谁想吃谁摁铃，嗯。谁想吃谁摁铃，你能不能摁响啊？嗯。谁想吃谁摁铃？干啥你啊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谁想吃谁摁铃啊？啊，我不动啊，我不动，你吃。谁想吃谁摁铃？嗯、啊，谁想吃谁摁铃？啊，对，得摁响啊。谁想吃谁摁铃？谁想吃？谁想吃？不，压根儿不给我想吃，我想吃，压根儿不给你摁的余地啊。烤冷面有吗？烤冷面有吧。四哥比他们聪明一点。烤冷面有吗？有，看像不像故事？你看几号链接呢？烤冷面有没有？有的话往前提一提。烤冷面在21号链接啊，21号链接。四哥是比他们聪明点。嗯。啊。嗯呢。你再四哥，你再让四哥，你给四哥一个好吃的，给四哥这个火腿，就是给四哥这个火腿肠吃。嗯。啊。谁想吃？得摁响啊，不摁响不算。都给我，你看老师啥反应啊？都给我，都给我啊！谁想吃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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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了，我太害怕了。这人挺吓人呢，比我速度快呀。老四啊，来把会钱都拿走了啊！我再给吓一激灵，你一笑给他吓一激灵。我靠，你老爷子这么吓人吗？啊啊，四哥，老四手就抬不起来，要抬起来他得摸摸自己小胸口啊。就这个味儿的灰肠，老爷给你拿别的灰肠，这灰肠你不能吃，老四啊，这灰肠咸啊，你不能吃，四哥啊，这个吧，四哥，这个可以自己本事吃，四哥来。来，这位老爷不跟你抢了，来，你按着按完里面，老爷给你喝点茶，行不行？按吧，老爷你按吧，按吧，四哥来，按吧，来。谁想吃谁摁铃啊？开始，谁想吃？老四挺孝顺，来，你按吧，老四你按吧。谁想吃？嗯，给你一个。谁想吃？得摁响了啊，摁响。嗯，谁想吃？嗯，谁想吃？得摁响了。嗯，谁想吃？摁响啊，摁响，没劲儿了。谁想吃啊？谁想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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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四哥就是懒。谁想吃？你还这他就不想抬手，他就不想，他摸着就行呗，他想说。不把你拿走了啊！
师都表演半天了，来给个奖。老师咋的？没有想回来的意思呀，我去看看怎么事儿。前天拍的辣白菜还没发货呢。啊？前天拍的辣白菜。前天拍的没发货就申请退款吧。啊。那你们那个地方应该是发不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是不是就代表那天发不了？对。就这么那天那个地方发不了啊。嗯。酸菜给大伙改好价格，家人们啊，酸菜20.09元，给大伙发5包酸菜，家人们啊。嗯。有需要酸菜的。四哥性格好是不是？哎，四哥性格贼好。家人们啊，咱们家东北大酸菜。我拿什么火腿肠啊，是吧？啊。你说，里边你能听话吗？我叫谁就来。不能。不能。嗯。肯定能。我觉得不能。你应该。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明天坐好了，好了啊！等会儿啊，我叫你们谁谁过来啊！老四，回答，小侄不给啊！小明花，明过来，老大来。这家伙胆太小。接着。到来。哎呦我去。接着了吗？接着了，那不吃了吗？明天再送货，来，到来。你就能接着吗？能。不对。接住他啊！能接着吗？应该能吧。吃到了，三个咋上去？自己蹦上去的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三个走，这三个太矫情了啊！三个你下来，三个来。站住！谁在这关灯呢？等会儿。三文胆小。你抱他下来的？啊？哄下来的啊，要不老师咬你啊。回家预备一二三，哎呦来三文呗，健步如飞呀，嗖一下就过来了。三个真棒，咋的呀？舌头传你眼睛里头了？啊？咋的了？
看眼睛里了。舌头舔眼睛里了啊？啊？是吗？你说多梗，你说问他半天也不说。那你答应一声啊！你就问你好几遍，你也不答应。哎呦，看人眼了吧？完了，听了。快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到了到了来，算了。老爷，老爷哭啥呀？气儿，你哭啥呀？你哭啥呀？算了，您算您算了，好了啊。那快点，走，来来来，Seven 真是个老油条了，啊？快，我让三进。为啥呀？我让三进，三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每次都是Seven拿第一名。啊啊！这回指定是老四了。你们猜到了谁？老四。再猜。老四。再猜，孩子哭了。啊！我听见声音了。孩子哭了。欢迎啊！不老还年轻，年年十八岁，要这样夸吗？来，小明坐好了。来，明坐下，明王，明坐好了。明坐好了，明坐下，明坐下，明王坐好了，明王，明坐。你咋这么梗呢？明王坐下，坐下，明王来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来，小点声吧，跟我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就是孩子睡着睡着就起夜了，知道吧？然后结果陪在身边的不是妈妈，他就哭了。晚上之后可能都会上厕所啊，然后醒了之后突然看到旁边的不是妈妈，是爷爷。其实我每天晚上我就这么直播，我媳妇不跟着我的话，俺那孩子从来没哭过。他也没醒过，我媳妇说也是怪了，我一走他就醒，我一走他就醒。对的，退，坐好了，拿退，拿退，拿退，坐好了的啊，好。看谁能拿第一名。不许动，明白不许玩了，一二四，明白四啊，你是一点都不听话呀，我来，我给你们几个一人一个奖励，来来过来，老四来，母子连心呢。我给你们几个一人一个奖励啊！迷糊太不听话，小迷糊太不听话。来，老大，来石亮，啊，瞎喊，啊，我喊的四，小迷糊着急，小孩，小迷糊着急了吧？嗯呐，小迷糊有点着急了，哎。啊，明文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明文坐好了，你坐下，坐下，明文坐好，你不能出来，不能出来，明文啊，我就这么播明文播一宿，你说明文能直不愣登的瞅一宿，还是明文中途能睡觉？咱看晚上看明文睡觉吧。啊，
好好的，为啥让迷糊回家睡觉？我看迷糊累了，你看迷糊都累成狗了。迷糊，铁铁们齐心协力，再来一波，把爱心点到50000。感谢大家伙啊！对，大家伙替三阳爹往上点点亮，点点点点小红心，好家人们，咱点点小红心，点点亮，把爱心点到50000，还差28000，还差28000。迷糊多少斤？迷糊40多斤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40多斤。行啊，你就在门口，我看着睡觉。老师回家，老师来。老师你回家，老师来回家。哎，那三阳真是发情了啊！三阳不能跟老师在一块儿。坐，小不点坐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小不点这浑身这个毛，跟腐妞长得挺像啊。小不点。小不点握手，小不点握手。继续狗粮，小不点握手。狗粮在这儿呢，家人们啊，比瑞吉三拼粮啊，握手，这个手，握手，这个手，握手，来给你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好，握手，是不是？啊，握手。哎呀，好宝，你看看，啊，你看他今天握手了吧？看不着，我都没教，家人们，儿子啊，我一次都没教，啊，我一次都没教，乖来，好了吗？你们想买咱家这小狗的家人们啊，三观众榜单4号买三元妈妈，你们联系三元妈妈啊，家人们啊，观众榜单4号买三元妈妈，来，小白，来，没吃了呢，来，小不点呢，握手。握手，不行，握手，这个狗是哪个狗生的？老大生的，来，老大生，握手，来，小不点，握手，你看就不握了。握手，你看看，握手，脚真大，握手，你慢点说，握手，现在不能舔，握手，啊，来，握手，示范一下子，来，握手，来，握手，哈巴，真聪明啊，宝宝真聪明啊，握手，这个手，握手，来，握手，这个手啊，握手，这个手，握手。仅仅训练老圈儿，笼子圈坏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也不想圈他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四哥，我怕我四哥咬他。我四哥的脾气，大伙儿还不知道吗？我四哥平时啥脾气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！过来，小白，过来。
过来来，你过来，过来上姥爷这儿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坐坐，好好学习啊，好好学习啊，快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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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好宝，好宝，啊，好宝，啊，最会坐了啊，好宝，嗯。这还没人要，对。牙刷9.9块，80牙刷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牙刷是软毛的啊，牙刷非常耐用啊，牙刷非常耐用啊。Seven， 辣白菜，咱家辣白菜是第四个链接。16.9块3斤辣白菜，急急怎么了？为啥没人要呢？我还特意买的小公狗，不知道为啥没人要，家人们啊。可淘了，他可淘了，坐下，坐，坐，好。聪明吧，啊，这小狗，小狗成熟，这小狗太早熟，有点，这狗有点早熟啊，以后迟早得惹事儿啊，我跟你说，这狗啊，以后跟我四哥的性格得老像了，我跟你说，啊，有点早熟啊，大大的耳朵跟俺家塞文耳朵可像了，俺家塞文小时候耳朵就大，塞文小时候耳朵就大，老大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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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嘟，这嘟，这嘟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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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你没发现跟老大长得可像了吗，家人们？啊，跟老大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不懂啊，你坐好了，你坐好了，来来喊三，你才能吃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坐坐坐坐下，坐下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好。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一。不能吃，去，一，不能吃，一，二，三，好玩儿，那小白多好看呢，家人们，公的啊，公狗。你们想要的话，家人们啊，待会儿你们想要这个小公狗的话，你们可以私信三文妈妈啊，观众榜单4号麦，三文妈妈，待会儿可以私信一下啊。辣白菜还有24单，家人们，咱家东北辣白菜还有24单，16.9块，3斤辣白菜啊，咱家辣白菜是一整颗的啊，家人们，一整个辣白菜啊。大耳朵忽闪忽闪的真好看，这老几是老大，我们家老大的老大，我们家老大唯一的一个大儿子，唯一的一个儿子，家人们，辣白菜16.9块3斤，还有25单，家人们，辣白菜啊，老大说好歹在笼子里观察几个月了。
薛老大说，好歹在笼子里关着，给你薛老大，哎，薛老大可爱干净了，娘们，薛老大可爱干净了。主要是我们全家故意，你故意搞对立，让姥姥教他技能。好了，过来吧，老大，来。来，好了啊，你比你四哥，你比你舅舅聪明多了，来，过来，来，你比你舅舅聪明多了啊，老大，来，来，来，这，来，坐下，坐好了，来，过来，来，坐好了，坐。坐下，跟老大，我跟你说，有多少跟老大相似呢？家人们，你没发现吗？不光是他这个长相跟老大小时候长得像，而且脑瓜上的胎记跟老大都一样，你看着了吗？家人们，看着了吗？跟老大小时候特别像，包括头上的胎记都像。是不是？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，握手，握手。握手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握手啊？是不是？握手。有大米吗？大米在第六个链接呢啊，咱大米在第六个链，坐好了，老大来，坐好了，握手。明天的高低会握手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时间问题，知道吧？这小狗挺聪明，就时间问题，啊，握完一次来，握完一次不跟他握了，他可能就是慢慢的接受了。握手，来握手，握手，不许舔，不许舔，坐下。啊，现在会坐了啊。他现在会做啊，来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握手，好啊，握手真棒啊，啊，来给奖励啊，来给奖励啊，看看，你碰他手，不用碰他手，再来一次啊，我再来还能握，他还能握，听着啊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太贪吃了，他太贪吃了。啊！快坐好了，再坐好了，来，坐起来，来，坐起来了。握手，老大，握手。握手，好宝，握手啊！再来一次啊，老大的儿子。
来，过啥？必须得给，必须给他一巴掌，才能长记性。打一下才愿握手，和小明小时候一样。他以为你打他不敢，不是，好奇知道吧？他好奇心，好奇心，这小狗有好奇心，知道吧？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来，好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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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宝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好宝，握手了啊，可聪明了，哎，小宝可聪明了，小宝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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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小宝跟他握手了啊，握手，好宝啊，握手，哎，好宝，握手，你看看。哎，好宝，握手，握手，好宝，你看又学会了吗？这不是啊，家人们，前前后有十分钟啊，啊，是不是前后有十分钟吗？握手，去，你看看。握手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你看看，又趴那儿了，又趴那儿了。必须的啊，小老大真聪明，家人们啊，辣白菜16。